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晚上你不是好好睡在自己的房间吗？是他勾引你吧？他没有勾引我，他不勾引我，那都是我勾引的他。你还骄傲美啊？搂搂抱抱想什么？没骄傲。你听着，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靠近他，听见了吗？